好，孙悟空，我是孙悟空，我可是会有72变，我要把我72变的功夫放在中间，展现给各位看。先变万化孙悟空，变还没有，嘿嘿嘿，我已经变成一个小男生了。我的功夫太厉害，我现在要变成动物给你们看，我要变成一只刺猬变。跟你讲吗？我是孙悟空，我现在已经变成刺猬了。啪啪啪，我是刺猬。我现在要变成一只山猫，三二一变。我是山猫。我也要变成什么东西呢？答案就是金刚飘。我是一只大猩猩哦，猩猩可是非常厉害的，我的手是非常有力量的。哎呦，泰山魔金刚！哎呦哎呦，我又要变成人见人怕的狮。子王，这可是非常可怕的一只变。我已经变成了狮子王了。不给我大气的排名啊，不拉屎巴拉提。我是狮子王，啦啦啦啦啦。变成动物没有兴趣了，我要再变成一个你们想象不到的小女生变。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红帽了。小红帽的故事你们有听过吗？啊，有听过吗？小红帽，我森林里去摘蘑菇给外婆吃。走啊走啊，走到森林，突然间出来了，哇，怎么会有一只大野狼？我是孙悟空啊！还没讲完就被吃掉了，不敢讲了。喂，哈哈，原来孙悟空只是个小女孩而已，笨蛋啊，哈哈哈！别跑别跑，你竟然把我的小孙女小红帽吃了，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啊！外婆也是这样，好啊，讲讲话啊。嘿嘿，今天我吃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肚子好饱，我要去休息了。我总算把小红帽吃掉了，我没有被小红帽打死，反正我被吃掉小红帽。呜、哦，可以把小红帽吃掉，而且没被孙悟空打死，耶嘿！结束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